少年，原子少年，天哪！没有那么激动了。水星的虚红道。哦。水星虚红道。水星的虚红道。天哪！在一起。Stop it！ 女儿批的原子，徐宏道陈廷豪，小 S 借恋爱家规，医疗性教育。How do you feel today? I feel pretty great, but a little bit nervous. Still nervous right now? Yes, my hands are shaking. How do you think my mom? Yeah, your mom today beautiful? I think you're really beautiful today. 小 S 二女儿莉莉英文六下家教，又是极简女神来着。八月十九号，合体妈妈出席美妆品牌发表会，完全是出道的节奏啊！姐姐会不会太担心啊？因为她实在是太漂亮了，风浪会被盖过哎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她比我漂亮很多是不是？有想要当台湾的明星？那链接会不会很辛苦啊？因为很多粉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不会是想泡我女儿吧？不是，很多人都说她比较像大 S。大女儿什么个性十足，都是像大 S， 就是好像没什么东西像我。只有说徐老三，自己觉得嘞，比较像妈妈，不像。在有些角度像妈妈，有些角度像大 S。你明明那天就很骄傲，拿一张照片说：“妈妈，你看他们都说我这张照片很像姨妈哎。”然后我说 ：“So， 你又不是姨妈生的。”因为现在女儿越来越漂亮了，然后应该会有很多追求者。你有没有想说要帮她筛选？全家人都觉得大概十八在娇兰的，而且因为她会说：“妈妈，你觉得这个男生可爱吗？”我觉得就还不错啊，但不是我的类型，因为她喜欢的都是比较那种小奶狗的类型。那 S 姐心中的男神是谁？孙喜九，我以为是你老公哎，你干嘛给我设陷阱啊？你到底是哪一家？家人。我幻想的是他十八岁就是有喜欢的男生，然后牵牵手，然后对，亲个小嘴，但是不要到太黑的那种。有聊过健康教育了吗？有，因为我觉得他是男生会喜欢的漂亮女生，然后男生请的饮料切记都不能喝。你那天不是有跟我讲过吗？什么上瘾？就是在原子少年，原子少年，天哪！我爱出去，没有那么激动了。水星的虚红道，水星的虚红道，天哪 ！S 认识吗 ？S， 我知道原子少年的制作人是战战人兄弟，那你要跟战哥讲吗？会，想跟他讲，因为他会太嚣张。没想到我以为这样是。粉丝在一起，巴啦啦啦啦，巴啦啦啦啦，然后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。OK， stop it。